哎，大家好，大家好，能听到我说老师，话吗？听到。听到，好好好。哎，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不同的一个应用程序。OK， good afternoon t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learn another apps. The name is called WeChat. Maybe you already have this account. But today I'm going to go through some of the function of this WeChat. As usual, I will start with English, Chinese first, then followed by English.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微信啊，你们都有微信吧？我先用华语跟大家分享，然后再用这个英语啊，好吧？可以了啊，来，我来分享我的桌面。对不起啊，那个先关掉这个看得到吧？今天看到这个哈，看到桌面了啊，这个就是微信。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微信呢？大多数新加坡的居民都是用 WhatsApp 啦，或者是用一个叫做 Telegram 的，但是这个微信呢，在如果你有中国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他们过来这边，或者你常去中国那边的，那个微信是很普遍的，大家都用这个微信所以今天这个微信主要是学习怎么样去建立这个账号一样的。怎样拨电话？怎样传文件啊？分享啦、啊，付款啊，它还有很多很多功能，还有能够看视频啊，一大堆。好，当然那个微信的那个下载就容易了，我们可以用那个 Apple Store 或者是 Play Store 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两个都可以来下载，然后你就看着这个。你打微信也可以，你打 WeChat 也可以，它都会出现这个图标，然后你点击就可以安装。同样的，我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安装，然后接下来就分享里面的一些东西。明白一下这个历史，就是大概在2010年呐，那就是他们最初。当然，第一代的微信，以前我差不多这个时候，因为我常进出。这个在中国工作嘛，所以我很多的朋友啊，他们就说，老师你用这个吧，这个很好，因为可以跟我们那个联系，你回去新加坡之后，你可以联系我们，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啊，因为那时他们也有什么 QQ 啦，一大堆啊，不同的软件，但是这个微信这个软件，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参与。它是一个很多功能的，刚开始是在中国的里面，但是后来呢，它就推广到全世界，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等一下呢，我会跟大家一一分享然后这个微信发展到现在啊，就是真的是很多面化啊，很多方面它都有，那它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安装。你下载之后，你会看见第一幕就是这个好像月球这样的一个东西啊。然后你当然你就是点击 sign up 啦，哦，sign up 就是你要这注册。注册的话，它有那个用你的手机号，在我们这边是有手机号、电邮或者是我们的那个面部或者是脸书。那如果你是用脸书的话，或者我们叫面部或 Facebook，也可以这样连接过来。用 Facebook 的好处就是，如果不小心你把你的这个微信的账号，如果是说删除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脸书啊，我们的 Facebook 面部这边重新接回来。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是怎么讲，就是小手机不见啊，或者什么，那个就会
就怎么样要取回的话就有点困难，因为我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要有几个朋友来帮我认证，我才能够取回我的微信账号，因为里面的朋友太多了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好啊，这里呢就是用我们的手机来签来注册这个账号啊，你会看见这里是他的名字，然后地区我们可以选择是新加坡，然后就这样的 next 一直会下去下载，然后登录。另外一个就是用我们的 Facebook， 同样呢 ，Facebook 呢就是它有这个这个就是连续哈，就是我们的脸书连续，然后同样的也是这样的登录，有密码，当然你要记得你的密码，因为密码一忘记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好，在这个微信上面呢，它是有很多的功能的，它的功能就好像平时我们用 WhatsApp， 我们的 WhatsApp 只能够通话、传文件、做视频的聊天啊或者什么，还有就是一个叫做我的状况啊、但是这个呢，它微信的功能呢，就好像是把我们的 WhatsApp。把我们的脸书，把我们的 PayLa， 把我们的 EasyLink， 把 YouTube， 还有什么，上网浏览，还可以读报纸，所以它就是非常，多方面多功能。好像我们现在你看到我这一页啊，这一页你会看到的就是，我们也叫做首页啦，首页这页就是你的聊天。这就是你的聊天室，我这里就是你的所有的群啊，一群一群，就好像我们的 WhatsApp 里面的，我们的英语我们叫做 chat group， 我们的聊天群啊聊天群呢，下面当然是不对不起，聊天群下面呢还是有很多很多人，你所有的朋友都在里面啊，这个就是聊天的。接下来呢，你会看到这个叫做 contact。就是我们的联系人，在联系人这里，上面呢就是怎么样交新的朋友，然后就是你有那个群，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公众号啊什么啊，这个就是联系人。接下来你会看到下面这个啊，这个英语叫做 discover， 中文是发现。在这里呢，你会看见它有这个，我没有把它改成中文了，这个叫做朋友圈。朋友圈，如果你用你的手机，我把我现在的手机转成中文，我看一下啊，因为我把它转成中文，然后看一下它的真正翻译是叫做什么。哎呀，应该是早点做。来，给我一分钟。About business language， 把这个转成中文，然后再看一下，因为我手中的手机是英文的。怎么不上来？有点慢。好，这里呢就是发现，你会看见第一个中文应该叫做这个朋友圈，就是你把你朋友的，你可以把你一些生活的照片，看登山器，或者是你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刊登上面的他一些信息啊，都可以在那边，那个叫做朋友圈。然后这个呢，这个圈呢。就是叫做视频什么，这个叫做视频号啊，我现在有中文的，然后你会看视频号，然后 scan 就是扫一扫 ，shake 就摇一摇啊，这个呢就是看新闻的哈、啊，这个是附近的人啊，它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功能。
然后你会看这边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接下来我们再看，过了这个发现之后呢，就是关于我，如果你按这个我的话，就是你的那个我们叫做 WeChat ID， 就是我们 的那个账号。这里还有其他的功能啊，有没有看到？我去连一下，我这边呢是什么？哦，收藏，这个叫收藏。好，然后你的朋友圈所发的，还有一些信用卡啊，还有一些这个叫做什么表情设置啊，这个就是你会看到下面这四个就是基本的功能的基本功能，然后我们一一再看下去啊。等一下我们用我的手机来展示啊，那就会更容易。好。那你看到左边的这个功能，这个就是聊天的啊，我跟一个沈阳的朋友我们在聊天，我跟他分享一下我们的建国总理啊，光耀先生他在他年轻的时候跟一个英国记者的一个对话，那我就跟他分享。这个呢就是朋友圈我所分享的啊 ，my post 就是我所刊登的朋友圈，这是你可以看到日期啦，就是2010年啊，不对，2021年12月17号，我们家就做了晚上10点做面包，早上要吃的面包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故事啦，如果你想。跟大家分享的话，你就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一个我们叫做收藏，收藏的话呢，如果是你有觉得喜欢的故事啊，喜欢的东西啊，你可以把它藏起来，就是收藏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啊，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叫做 service， 这里是付费的一个东西。我看这里有没有，这个没有，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我们叫做 wallet， 就是我们的那个钱包，非常好用。如果你是在你在中国旅行的话呀，你可以用这个来买票，买他们的动车票，买那个。巴士票也可以，然后他们叫做还有什么付款，就是你去他们那边有一些快捷商店啊，就好像我们这边的 7-Eleven 这样，然后你买面包啊，买糖果饮料啊什么，这个就你用你这个扫一下，非常方便的，非常方便。而且他这个付款的一个服务啊，很大众化的，就是说你可以帮手机储那个天值啊，还水电费啊，你可以叫车呀，就好像你说的，我们现在是叫车要用 Grab 对吧？如果是我们放 Facebook， 我们就有那个 Facebook 的那些东西，如果你要搭车，你叫 EasyLink 卡，但是它是全部的东西都就全部绑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它的功能是特别的大，特别的大。这里呢你会看到这个叫做 moment 就是朋友圈，朋友圈它会，你如果你有很多朋友，他喜欢把他的生活点点滴滴的，他把它分享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他所写的是什么呀，好像这里。我的沈阳的朋友啊，他就炒了一个面，那就讲什么好吃啊什么的。我看到这个叫做甜甜的姊妹，她就说，人体像一个杯子，如果杯子脏了再倒多干净的水也会变脏水，所以她就讲这样自己的一个分享。接下来你会看到这个呢，这个就好像是，他们是好像是新闻啊，其实也不是，他会把一些惊人的故事啊，
第二个就是最常分享的故事或者是视频全部都会刊登起来。所以你有一些是文章，有一些是视频。好，这个就是在里面。这个呢是一个这个你看到好像是一个视频其实它就像 TikTok， 你懂吗？就是抖音它也有它自己的抖音这样这个也好像是抖音，然后你也可以分享跟抖音一样，这个跟 TikTok 一样另外一个你会看到这个叫 mini program， 就是这里面没有它没有翻译就是一些小的一些应用程序这应用程序有什么用呢？其实里面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故事有的是故事，有的是商店，有的是那个分享视频他们就是这样全部加在一起这个就叫做 mini program。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你会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这个叫做 people nearby， 就是附近的人。附近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用我们的微信，打开我们的微信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叫做隐私的，你把那个隐私打开，就是你附近的人都能够知道你在哪里好像我现在手机打开之后我把附近人打开，然后我会看到这个轮啊就是在100米里面这个人。然后第二个是 We 200米它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好像这个啦200米，然后下面是要 VB 的400米就是这样啦。所以你可以交朋友还有我看还有没有没有了，就是我先把这个它那个左右的功能我跟大家讲一遍然后我用我的手机来展示一下。所以现在先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问题，有没有要问先问的，然后我再示范我的手机。老师我可以问吗？可以那个微信如果你下载要还钱的吗？微信不用还钱，免费的如果你有怎么讲，因为微信在中国是最流行的最流行而且如果我们是要去中国有朋友的话用微信最好，因为我们的 WhatsApp 可能就不能够用不能够用谢谢，它有点阻拦这样的一个东西我现在用我自己的手机啦给大家演示一下啦自己的看想一下都发没问题了没问题我们就来分享我的桌面，看得到吗？看到了看到。看到我的桌面了对不起，我要把这个声浪给 share audio 看一下，声频也要打开。打开之后，通常第一页你把那个 WeChat 打开的时候，我们先看这个 chat 这个就是第一页。第一页呢你会看到你一些朋友你看到我一些朋友，然后我在网上一些很多群你看到我这里有很多群每一个群好像说这个减脂控抗控症重很难念你会看到有没有130在上面，130就是里面有130位朋友你会看到你所有的朋友的名字这个就好像是 Facebook 你的朋友你看这么多朋友
当然不是我个个都认识，因为这是一个群嘛，哦，130个，哦，这么多，嗯，有一些我认识的，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哦，好像这个陈燕珠就是我的朋友，哦，小面包就不认识是谁了，哦，好，这个就是一个群。如果呢，你再看，其他的这个群，好像我这个是一个，以前做生意的朋友，哦，做生意的朋友，然后他这里就有其他的，那个我就很多不认识的，一些真的是老总来的，有自己的工厂，嗯，因为在我在那边开会的时候认识了，他们硬要把我加进去，嗯，啊，这样，每个人都会有分享了他的一些。故事啊，他的他们也有可以上我们的 Zoom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对，好，这个就是朋友圈，然后我找一下我的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啊，啊，是这个啊，这个，好像这个的话呢，他有声浪，你点下去他会讲话，好像这个，不知道还在吗？有没有？哦，没有声音啊，应该是有哦。哦，这个不会。然后他也可以分享 video， 你看这个 video。A country, a strongly unified country that might represent some kind of a danger to Southeast Asia. As a Singaporean, with some of the built-in memory programm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I would say that.If you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will just splinter up into so many warlord communist committees, each governing a province or even part of a province, then you will make one of the gravest mistakes about Asia. I'd say that they are determined as a people to unify and build a modern power. 分享到这里啊，这个就讲到以前那个我们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他很有眼见，他能够好像看得到未来是怎么样，因为他真的是太厉害。然后呢，这里呢你还有其他的联系人，这里就是你所有现有的朋友，等一下为什么这样，你现有的朋友，你把你的朋友就好像我们的电话簿，你打你的朋友的电话的名字都列在里面，哦，很多很多，然后你这些朋友都在里面，就好像我们的电话不一样的，嗯，诶，刚才我讲到那个chat，哦，我忘了，就是加一个朋友，哦，因为这些都是，对不起啊， chat， 刚才我讲到这个 chat 这边，哦，我好像我这个朋友，然后你可以留你们看到下面这个，press to talk， 这个同样的就好像我们的 WhatsApp 一样啊，按下去讲话放，它就有这个音频出来。另外一个呢，它一个加，你看这个加这里，你可以分享图片啊、拍照啊、视频啊，你可以跟他打电话，可以跟他做视频，可以传文件，可以发红包，都很有啊，你可以。给他，你可以发给他多少钱这样的，哦，他这个就好像我们的PayNow 这样，还是我们的 PayLa 这样的，厉害，哦，这个是他的功能，好，刚才讲到我们的联系人，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我们叫做发现，好，发现呢，你会看到他这里有几个东西啊，第一个就是朋友圈，上面这个朋友圈，你看朋友圈里面很现在的朋友圈。不再像以前了，以前都是讲一些生活啦，现在好多都是在卖东西啊。我觉得啊，我的那些中国朋友啊，他们就变成这个卖圣经的，卖中药的，这个你看都有，然后讲话的卖保健的啊。这个朋友，哦，然后他们在
刊登他们把他的那个视频什么的放上去的时候，也有这个视频你可以看啊，我点一下，我在做菜。蒜蓉、醋、盐。这个食物的分享，这河南的粉皮儿，周旭带来了，这个是一个凉菜了，熟花生米再行吧，凉菜，这个菜啊，开胃菜，爽口，开胃菜，放一点芥，放点醋，放点油啊，就这样，所以他们就这样的分享了。然后如果你觉得好的话，你可以在这个两点这里，你可以留言。好像你喜欢的话，你就点一个爱心给他。他说：“哦，这个很好。”他就知道哦，Joshua 很喜欢啊，就是我啦，我很喜欢。OK， 好，然后再回来呢，这里有一个叫做 Channel 的Channel， 英中文叫什么呢？我看一下哦，视频号，视频号啊，视频号这里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你看啊，这个好像是。YouTube 啊，不是 YouTube， TikTok 这样的。啊？好像 YouTube 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你看看，是不是？啊？OK， 好，扫一扫就是我们的 scanner 啊，这里是 scanner。当然没有东西可以扫了啊，这里扫一扫 ，shake， 摇一摇，这个摇一摇呢，等一下啊，摇一摇就是你要做朋友，好像我现在是摇一摇啊，那你看一看附近的照片有没有，来看一下，哦，有啊，有这个人这么远，2394公里外有这个人，你在。你再摇多一次，你会摇到另外一个人。有没有看到我在摇？好，这个是谁啊 ？Sim Lim Sammy， 也是很远。你可以是摇，然后你可以交朋友或者什么的。好，这个摇一摇，哇，这个更远。你看，你要跟他做朋友的话，你点下去，他就跟你做朋友。再摇一摇。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叫做Top Story， 中文应该是看一看啊，他就说看一看啊。刚才我有讲到这个，就是最多人看的新闻啊，你会看到短片啊，这些这里有短片啊。然后呢，这个是Top 的，就是最热门的，或者可以叫他们的什么热搜这样啊。还有直播，你看啊，它有直播的，如果你点击下去，这个直播就出来。我再点击一下这个哦，喜欢吃的，我们来看啊，有没有看的？因为我的手机是英文的啊，所以它就全是英文啊。然后你可以这个字体你也可以去掉了，我现在就没有。然后它就你可以这样看呢，因为这个是现场直播，好，把它去掉，好。还有 video 这里也有啊，也有很多 video 啊，你可以看。所以如果你的那个你的微信如果怎么样说，就是说设置好的时候呢，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在上面看。接下来的就是附近的人，这个你看到一个一有没有？一个一，就是我附近里面，附近我的附近里面有人，这些都是在我现在在红山哦，红山这里有20个米的里面有这些人的，如果你想要跟他认识的话，你就点击他说，您好，你看这个啊、哦，您好，其实奇怪嘞，我说很奇怪，我这个 SD phone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手机，他说在400米范围里面，哦，奇怪。不是说100米或者50米、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很多人不认识的，如果你想要认识他们你就点击、我自己是不建议这么做。好，其他的 mini program 就是一些小的一些应用程序，在这里呢你可以收集你所要的东西，好像
我这里 我喜欢养花，然后这个养花里面它会给你很多的一些花朵，让我们看怎么样去养，怎么养花。那你可以觉得你喜欢的话呢，好像我们这里也有种这个长寿花，你就可以看到它里面怎样分享，里面的那些心得了，它的心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的 Facebook 这样了，也可以分享，它的功能就是特别多了。你如果真的要看，一两个小时是看不完，还有呢，就是接下来最后这个就是我了，关于我呢。我就可以看到我最喜欢的啦，收藏啦，你可以把它收藏起来，或者是你看我刊登的，这是我以前刊登的，你看拍了很多榴莲，这个就是我上次榴莲便宜的时候我买很多榴莲啊，我也有买很多那个中国茶，我喜欢喝中国茶。看有没有看过这个中国的叫做鸭屎香的，这个就是一个潮州茶来的，潮州茶鸭屎香，我们新加坡好像没有听过，在中国就有，铁观音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明前龙井也是不错啊，龙井茶，这个是我喜欢的，然后我可以把它刊登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好像过年啊过春节啊，你喜欢做这些什么事情啊，你都可以把它拍起来跟大家分享哦。我现在是很少做这件事情，呵呵，没有时间去做。这里呢你会看到的就是它也可以用微信这样去搭车，好像那个这个哈，当然我现在是没有它的交通卡，你要加那个交通卡，你把它加进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你用手机搭那个地铁一样咯，也可以买那个 ticket 啊，你 ticket 就是买那个票啊，月票啊什么的都可以，它的功能特别多啦，当然是好像 WhatsApp 的这些，我们叫做感，这么叫什么感，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我们通常都是用英语的，我们英语叫做 emoji， 好。Emoji 他们叫什么，表情，他们叫做表情，你可以把你的表情你喜欢的你就可以下载了，然后这里你可以刊登自己的我们的 status， 你现在的心情怎样，这个也可以做到，你也可以看别人的心情，这里没有哈，没有，上回我有看到，就是我的朋友他把他的这个什么心情放在上面啊，你看一下就知道，你心情好不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好，我分享到这里了，你们大家有没有有没有要问的呀？我先这个停下来，要不要我停下来？我可以问一下吗，老师？可以可以，你问。那个 context 里面哦，是说你那些朋友是你自己加的，还是我们电话原装有的？没有没有，朋友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朋友，好像我这里也有，好像我有台湾朋友啊，本地朋友，香港朋友我都有，所以呢，好像这个Barnabas Wong 就是新加坡的，然后保罗李牧师是武汉的，徐斌是香港的，有一些是我的兄弟姐妹都在里面啊。通常我比较喜欢把他的地方放在一起了，好像这个蔡英是天津人啊，这样我就知道哦他是哪里，好像这个是孙翠是沈阳的，苏州的，北京的，麦克的，温州的，这样我就，因为人如果你认识的太多你太久了也想不起，然后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也记不起他是哪里在哪里遇见的，我通常我是这样。那这个跟我们电话的那个 contact is different 不同吗？是一样的，就好像是一样的。你把，如果你的朋友，你的 contact 里面你的朋友也有微信的话，他们会出现在这里，然后你就可以加朋友。你说 new friend， 他的不同点就是说，你必须要邀约，跟他做朋友才能够联系上。
不好，不像是 WhatsApp 啊，只有你 WhatsApp， 你 WhatsApp，他有 WhatsApp， 你就能够说话，他这个不能够的。可以看到要 accept 啦。对呀、啊，要 accept， 就好像 Facebook 一样啦，哦，好像 Facebook， 虽然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在里面呢、啊，不是我每个都会接受跟他们做朋友。嗯，对。我这里所看到的都是新加坡人了、啊，这些都是我手机里面的一些人。OK。也、yes, 谢谢、啊、不用客气。还有吗？其他的人没有话。老师，安格林可以吗？安格林，老师，我有问题。哎，好好好，来。OK， 我有朋友在上海，我怎么用微信跟他联络？他有你新加坡的电话吗？有，他有我的手机号码。哦，好。那个微信呢，他用他的联系方式有两种，一个就是有几种啊，其实一个就是你扫他的那个 ID， 你的 ID 就是这个啦，上面这里啊、哦，我不要显示的太多啊，这个 ID 这里，你看到这个 ID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跟他打输入那个 ID， 然后就跟他发一个要求，朋友的要求。让他知道、你要跟他做朋友，如果他接受了之后呢，你就立刻跟他可以跟他聊天，就是这样，很简单。不是，本来就是朋友，一路来是用打电话是付钱的，我没有用那个 WeChat， 但是我现在用 WeChat 的话就不用付钱，对吗？不用付钱，免费的。Yeah. 免费的，但是你要他必须要接受你为他的朋友才可以通话。本来就是朋友，应该是接受的啊，每次有通电话的，只是 不会用微信。他必须要知道你是谁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用微信是 ID， 就是我们的那个账号，可能有些人不认识。如果没有你的照片的话，他可能就不认识你，他就不敢接受啊。有时候问题就是在这里。哦，好，谢谢。不用客气。都可以了哈，大家都有用吗？这个WeChat。老师，如果没有什么用，我还没有开那个微信哈，我去开一个微信，我需要什么的？需要好像新加坡什么 Facebook 那些什么所谓的密码啦，什么 email 这些吗？哦，当然你用微信的话你必须要用个手机，你的手机号、用你的手机号、还有就是密码当然是要啦、你的密码是8到16个字母、这些的那些密码、然后有了密码你就记得咯，你要不要忘记那个密码、如果假设忘记了我怎么样 去重做呢？忘记的话你可以重设，你可以重设，你只要你的户口还在，你能够重设的，重新再设置。所谓的户口就是说有那个账户哈，账户的号码哈。啊，对对对对。如果自己忘记了那个账户号码，从哪里找？那就比较麻烦了。那你就要记得你是用 Facebook 来登记的，还是用你的手机然后他也会帮你怎么讲联系到了，就是说我在几年前我的手机突然间就坏掉，然后我的微信就不见了，不见了之后、因为里面我有我的孩子，我的太太，还有我的朋友，他要我联系三个人所以就我因为我是在新加坡、朋友在新加坡，所以我就用 WhatsApp 跟大家讲我的微信被怎么样讲，就被封锁了，所以必须要你们来帮我解锁，所以他们就他有一个连接的让他们去连接，然后我就可以开锁了。那我的东西 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了。对对，如果是不见掉就比较麻烦OK， 谢谢老师。因为它的功能很大，它能够好像搭车也可以还钱，我里面也有钱的，我里面也有钱。
我有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就放多一点钱在里面，现在我是几百块在里面了。OK， 谢谢老师。没有出门啊，不要放太多钱。是经过银行的哈、啊？是经过银行的，他的微信。啊，对，必须跟你的银行绑定的。对。对，跟你的银行绑在一起。刚开始也不用银行了。刚开始好像我开始的时候，我给我朋友好像说500块、600块我要用的，然后我把现金给我朋友，他就把钱转到我的微信里面，就是这样方便。这样啊。啊，你没有户口，好像你既有中国朋友，但是你没有一个中国户口，那个银行户口，也很难去。就出门嘛，所以就用你就用现金给你的朋友，然后叫他帮你转进你的银行里面，然后你的手机里面，手机微信里边呢、啊？对。Mr. Paul, you say about the money going into the WeChat lah? Is it in Sing dollars ah? No, in 人民币，RMB。You can't enter the money yourself. You got to go through a friend to. Yes, if you do not have a China, bank. Oh, I see. Okay. China registered bank. 老师，如果你有中国银行的户口，就可以转账进去。如果我们在新加坡开的中国银行是不可以的。我有问过了，因为我在我有广东银行，我有工商银行，但是他钱在里面，他说我想转到我的手机微信里面，他说对不起，这个是办不到。这样还要靠，因为他们只可以用他们的手机，他们那边的银行。这样。他主要。那个 WeChat 是讲话的哈，不是 WhatsApp 这样的东西。我刚才有说了，它的功能很大。它很多功能。很多功能就好像，我们的就好像我们有 WhatsApp， 有 Facebook， 有 EasyLink，有 PayLah，有什么呀？对，刚才讲的。TikTok 全部加在一起成一个微信。连你说。跟你的中国朋友在电话讲话，这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讲？就是说，就是普通的电话，这样打给他就可以了。对的。OK， 不用说 WhatsApp 了，就好像你在跟 WhatsApp 一样，也可以面对面的，通过视频的，这样好像我们将来 Zoom 这样啦，对，也可以的。谢谢你，它的功能是很强大的。好 ，Thank you。好，来，我用英语的哈。Okay, now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what is WeChat in English. Let me get the file up. Okay, I'm going to share my screen. Alright, so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eChat, how we're going to set up and then make calls, transfer files, money, and so on and so forth. We will explore about all the function. So WeChat is very popular in China, but in other country, in Europe also have people start to using it. In fact, quite a lot of people. Is already in billions of user. So it's started by this company called Tencent. Okay, Tencent is already on the Nasdaq. So this company is very rich. So in 2011, it become a very popular apps. Now it's about a billions of active users. So this WeChat is
It's like a, they call it a super app. Why it's called super app is because it can function like a WhatsApp, like a PayLah, like a video conferencing, can do games, can do photography, a lot of things, can make friends. So this WeChat to them is like everybody have one. Everybody have one WeChat account. So to set up WeChat, you have two ways over here in Singapore, but to them, they have to use other account like QQ, some other popular email account also can be done. And of course, using phone. So the most common one is using your mobile phone to sign up. So you just need to click on the sign up, use mobile phone, key in your particulars, and then you click enter. The other way is using the Facebook. So your Facebook, you have to log on to your Facebook, and you of course, next and continue to sign up. You must remember your password so that just in case you being uninstalled the file or deleted or whatever, you still can get back to your account. Okay? So, like I said before, WeChat is quite a big function. If a super app is like you have WhatsApp, the function of a WhatsApp is you can make call, you can send picture, you can send videos. This thing is also possible. Like a Facebook, you can post the whatever you like to post, your pictures, your videos, or message, and you can have your friend to look at it. It's like a Facebook, and it's also you can look for friends, right? And the next one is Discovery. Discovery, you can see the moment. Moment in this case is all your friends who share of their life, what they like to do, and you can have it over there. And channel will be the short videos. It's a bit like TikTok and Kuaishou. You heard about Kuaishou. Kuaishou is another video like TikTok. It's coming up also. In fact, it's already quite popular in China, Kuaishou. Scan is just a normal scan. This scan can be used to add friends. If you have a friend's account with you, they have a QR code, you can just scan it. Straight away, you can get it. Shake is where you make your friends. You just shake your phone and you can get to know who are your friend nearby. Shake. Okay, of course, story, people nearby, mini program. And then the other one will be your account, your profile with all the function here. So you can see the first one is services, right? Services is where we call it digital wallet, your digital wallet, where you put your money in. It's just like you have GrabPay, right? You put your money into a GrabPay and then you can grab a taxi, you can grab this private hired car. So similarly, the function is there. You can choose to take a Grab. So while I was in China, I used my WeChat to get a taxi for me to go to the Bund when I was in Shanghai. So over here, favorites is where you come across any nice article, something that you like to keep it, you can just add them in. My post is where you post the moment, or you want to share about your stories. So it's all recorded, yeah. It will not be deleted unless you delete it. Normally it's there. Okay, cards and offer, also same thing. Okay, you can see from here, cards and offer. You can add your credit card into it. You can link them up. The other one will be the gallery where all the emoji. Of course, there's the other one is like your setting. So we can go into detail like this, this is one of the picture of the chat history where you can talk to your friend. Sometimes you can just
leave the message, then they can reply. Yeah. You can see the first one is the on the left side is the chat. Then the middle one, my post, is where I post my other things. Like I post about my dog, my rabbits. Yeah. Talk about the mask. Yeah. And mini program wise, you can see all this mini program here. This favorites is where I keep. I keep all the writing that I want. Okay. Here about services is the money. You see the wallet, I have 694.07. This is in RMB, renminbi. So I can use it to buy things. You see, for them, they can have a card, they can pay, top up mobile phone, utility and coins and many, many other services. So these services are useful when you are in China. Yeah. Let's look at it a moment where you can see you see all your friends who post anything on it, right? Yeah. Because I keep my China friends, my Taiwan friends in WeChat. So that's why most of my WeChat is all in Chinese. Yeah. So I make it very clear, whatever in WhatsApp will be in Singapore and in overseas, or English speaking will be in WhatsApp. But for WeChat is all my China friend, all the friends who speak Mandarin. Yeah. So here you have story, you have videos, and then you have mini programs, and you can get to know the people nearby you. So it's a very, a lot of function. Yeah, a lot of function. Okay. Until now, any question? I'm going to share. Can I ask a question? Yeah, sure. I actually had a WeChat account some time ago, you know. Mm-hmm. Then recently I wanted to go in. Then I find that they prompt me for password, which I couldn't remember. Why is it they must prompt for password? Oh, it's protection. In fact, WhatsApp, you can also set the same thing. You don't want people to hijack your data. So it's only within set for the WhatsApp. You know that WhatsApp, you also can set, you can lock it. So same thing, they need a password so that to protect your privacy. But if you forgot about your password, then you need to reset it. Still possible. How to go about it? I can't do it at all. Forget password. There's such function, yeah. So, like I said before, WeChat, if you lost the password, is a bit troublesome, a bit difficult. Yeah. So there's no way I can retrieve it at all? You have, how many friends do you have? Do you know, who have the WeChat, your Singapore friend? Yeah, I know someone who has a WeChat. Yeah, you need at least three of your Singapore friend. Oh, Singapore? Are you three, at least three. Then what do they do? I think when you activate, say you forget the password, they can provide a link. So they ask you to give three names so that these three person can verify that you are an account of WeChat so that you can connect back. It's a little bit troublesome. I'm having a problem. Actually, now I'm going in and I find that it's a wrong password. Then they say they will reset or what? Then after that, I got problem, network error, don't know what else, what other error message appear. Yeah. So you need help. I think you have to come down. Over the phone is a bit difficult. Online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your situation. Yeah. So there's no way I can seek help from anybody now. No, you go and look for the digital ambassador. We will help you. Yeah. Will they help me with WeChat? Yes, of course. Yeah, this is one of the apps that we teach. Yeah. You tell them that your difficulty, and then of course it depends on how much you can retrieve your account. Sometimes it is very difficult, then you can't get it back. So
talking about this digital clinic, is it go to any of them I can get help from there? Yeah, yes, yes. Yeah. The libraries have it, isn't it? I understand. Many places depend where do you stay. Like if you stay around here in Redhill. No, I don't stay around there. I stay more on my present side. I know Geylang East Library. I'm not too sure about that. Oh, for the location, you can go to IMDA website and then you can search for the nearby, we call it digital office, SDO, where you can find out the actual location, yeah, for our office. But is it a normal practice, say you don't use a particular app for a long time, you will prompt for password? Is that a normal thing? Because like WhatsApp, we're using all the time, they don't prompt for password. WhatsApp do prompt you password. Yes, my WhatsApp, I have locked it. So on and off, like 2-3 weeks, even though I use every day, it will still prompt me passwords. Oh, yeah. I can't remember all my passwords. Yeah, so you have to manage it properly. Yes. Okay, I'll see you. Yeah, thank you. Yeah, so I'm going to show you a quick one how to use in English.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my mobile phone. Yeah, so share screen, and then I go to WhatsApp. And see, it's like freeze, is it? My screen freeze. Okay. Can you see? I unshare it first. And I share again. Yeah. Okay. All right. Now you see my screen. I have this on chat. The first page is chat. So chat you can find your friends. Right, all the past, all the past discussion, the talking, the pictures, you can have it all there, all right? So this is chat, it's just like our WhatsApp, yeah? You can find a person, you can leave a name, you leave message, it's all inside. For example, if I find this friend, let me see who is this. Okay, maybe this friend. So I have some message left behind. I call her. I try to find out Google Map. So Google Map in China, you can't get it. So they only have Baidu, Gaode, this kind of thing. Yeah. So you can leave a message like this. You know, I left a message. Oh, okay. So you can leave a message, and then there's a plus over here that you can make phone call, you can make overseas call, you can transfer and take app pictures and so on. It's just like what we have in WhatsApp, same function, right? Yeah. Here you can press to talk or you can write. Yeah, it's up to you. So these are the basic function, and then contact wise, you can have friends, new friends. All these are the friends that are waiting for you. That's why they say expire, you see? Yeah, expire, right? Discover is where, like moments, your friends will post on the WhatsApp, this WeChat on what they have. Of course, now my friend, a lot of them are like, more become doing business. It's not really share about what they feel. It's more like buying house, buying things. Yeah. Like this one is selling. Lhasa. This last time I went to Shenyang, I went to this place, and then of course all the friends they will post whatever they want. Yeah. So the video, you can go in and take a look. Same thing
原始东北村头菜啊。You see how the people there, how they live. So this is moment. And then China is where it's like. Is you've you... sold us out to globalism. Okay. You are not working for Canada. You are working for your globalist partners. I wonder how much they're paying you. So these are the, like, the TikTok. TikTok, so this is like, okay. So it's like, our TikTok, and then, okay, you can scan, there's where you can make a friend, shake is also making friend, right? You shake. Then you can see people nearby, yeah. So I have this Amy, I don't know who is she, or who is he, yeah? So a friend, you can find out if you click on it, yeah, then the detail, okay? If you want to make friend. So the other one is like people nearby, yeah? One new friend. So you can touch on this person and then you see who is this person and then whether you want to make friend or not. It's something like this, right? Okay, so people nearby, you click on it, then all the names of the people nearby you will appear, okay, right? Yeah, so it's, all these are within, in Singapore, yeah. Like if you are in China, then you will be in all your China friends, yeah? Mini program is where you can have different things that you want to find. Like this one, 小来早晚安. This one will share a lot of posts, right? Share a lot of posts. Then you can do greeting. It's the same, a lot of story behind. So you can spend a few hours looking into it. Just like you are on Facebook, you can spend a few hours looking at Facebook and never end. Okay, so last one is my profile, and then you can have your previous post. Like I post, I used to post a lot in the past, share with my my China friends, yeah. My wife will make bread, and then I'll share with them, and then share about Singapore incident, share about where I go, yeah. A lot of things that you can share, it's all up to individual, right? Mm. Then cut an offer, okay, the other one. Mm. Okay, so that's all. Any question about WeChat? Sorry. It's a bit like Instagram also, right? It's a super, they call it a super app. They have, like I say before, is they combine WhatsApp, Facebook, PayLah, EasyLink, browser, what's else? Wikipedia, that kind of thing. Yeah, it's a lot of function, and they put them into one. So only Asia country using it. Asia like Singapore, Malaysia, Taiwan. Mm. Actually, most of even Europe also have people use, but not as popular because it's a Chinese app. But among a lot of China national people, they all use WeChat. If they have friends in China, normally they will use these apps. But in Taiwan, the local Taiwanese, they will us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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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O. Yeah, Line. In Japan, also using Line. Korean also use Line, I think, but mix. Now also have WhatsApp. But the WhatsApp is very popular for English speaking. But of course, in Singapore, we use WhatsApp. Yeah. And then Telegram, that's another one. Okay, 好了，大家都，我希望大家都明白我刚才讲了一些关于这个微信的一些信息啊，是明白。
好了哈，大家都明白了。谢谢老师，明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如果你们碰到什么问题的话呢，你们可以去找我们的数码大使了哈。是。数码大使可以帮助你，是吧？对。帮你解决一些问题。谢谢谢谢。好的，大姐，那我就分享到这里了，已经很迟了，3:40。好，谢谢老师。OK， 好的，谢谢，拜拜。老师，大家平安，拜拜，再见，再见，拜拜，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再见。祝老师生活愉快。你也一样啊，生活愉快。拜拜，拜拜。OK， 拜拜。